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Into One 博远的舞蹈教室。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Into One 这首歌曲起舞部分的舞蹈教学。其实我们在营里面的时候，一开始学到的也就是这一部分。那今天呢，把它分解，然后教给大家。接下来请看第一部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 Intro 的部分。那 Intro 的部分呢，其实编舞建立在我们的歌词上，所以我会把音乐哼着放慢，然后配合上动作，大家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动作在什么歌词上。三二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要等到脸这个地方，然后继续。哦哦嘿，我够勇敢。也不平凡，不爱孤单。好，继续。哦哦嘿 ，Go handy hand， be a superman， 有种才好玩。We are into one。第一部分大家学会了吗？那么接下来请跟我一起看第二部分，第二段起舞部分。Can we to see the sun? Will dream come true for us? Always be the one。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第二段副歌。第二段副歌呢，跟第一段的开头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我同样的会放慢，然后大家可以跟着歌词对应的动作来记住这一趴的教学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tap, tap. Oh, oh, hey, 我够勇敢，也不平凡，不爱孤单。Oh, oh, hey, go hand in hand, be a superman.有种才好玩 ，We are into one。不要等到零。那接下来是最后一段起舞部分教学。这一段呢，有一个动作要领，就是做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就是 up 的感觉 ，up 的感觉，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律动的感觉做出来。那么我们来试试看吧。Five, C。7, 8 Wow, wow, oh, oh, oh. Wow, wow, oh, oh. Zero to the one. 跳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手不能挡到脸。Wow, wow, oh, oh, oh. Wow, wow, oh, oh. Be your only one.好的，今天我们 Into One 这首歌起舞部分的舞蹈教学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会，没学会没关系，再看一遍就可以。拜拜。